1992年，好耐之前啦。一個都幾震撼嘅一個嘅領袖啦，就係當我同埋我嘅細佬 Joseph 仍然喺美加嘅時候，我哋嘅心係願意為下一代嘅。咁我哋由邊度開始呢？我哋都好清晰，唔係去建孤兒院，而係要將被遺棄嘅孤兒咧，係從一個機構性嘅一個照顧，即係 institution 咧，就帶出嚟，帶入有爸爸有媽媽嘅一個家入邊。咁要做呢樣嘢咧，其實好清晰，就係由中國大陸開始嘅。主流夢工場嘅目標係好清晰，但係佢哋嘅目標清晰得嚟，我覺得有冇可能啊？我覺得 CEO 嘅特色咧，就係係聽上帝呼召嘅。咁呢樣嘢同其他機構就有啲唔同。上帝咧喺啱嘅 timing 咧，就為你開啱嘅路咯。好欣賞佢哋對服務人群嗰種嘅執著。香港人大陸揾基地，好多時候都揾啲大城市去落腳先嘅。唔係一線城市嘅時候咧，資源會冇咁多。咁終於喺2000年咧，就主流夢工場基金The CEO Foundation 就成立。咁我哋第一個範疇咧，就係喺國內咧去幫助呢啲。不單止是叫做孤兒，孤兒一般都是沒有爸爸媽媽，但這一班不是，這班是因為自己的身體的殘障的緣故是被遺棄，那種的孤兒的身份是更加是觸動很多人的心的。所以我們就在洛陽和洛陽的兒童福利院開展了這個再生父母的寄養計劃。其實那時候已經橫跨15年了，差不多我們每年都有去，甚至有些時間我是一年去兩次。每次去探訪都有一個很深的感動。我最大印象就是那間屋真的很破破爛爛的，直接我覺得嚇住得到的。我第一次去探孤兒院都是哭的，因為你看到一間大的孤兒院裡面有幾十個小孩子，就一塊大的木板，在上面就睡了，我數數都有成20多30個嗰啲小童童，各有不同嘅缺陷嘅。哇！啲細路仔有啲咧，哇係長期喐嚟喐去，好難照顧。有時坦白講，捐錢係容易過行動咯。嗰、那個進展咧，係所有喺福利院醫生話冇可能發生嘅。啲殘障係可以少咗好多咯，即係又唔識行變識行，又唔識講嘢變識講嘢啊！呢一批嘅係有殘障嘅孤兒，大部分都係。有腦癱、脊椎有問題、唐氏綜合症、自閉症，這些小朋友他們身體上的殘障，他們的生命都不是可以很長。當時有個兒科醫生就很迫切說了一句 Time is crucial， 我就作用了一凡，就很想快點上去探他。很意外地上去之後才發覺一凡回到福利院，福利院就說那個寄養媽媽就大病。咁而一凡咧就係腦癱同埋痙攣都幾嚴重嘅小朋友，咁福利院覺得個媽媽因為重病就照顧唔到佢啦，咁就帶咗佢翻去福利院。咁我當時都幾傷心嘅，咁又個心裏邊就祈禱啦。到第二年再送去探佢嘅時候咧，就好神奇啦。咁原來佢已經翻返去個家庭度啦。咁我媽咪咧亦都對住我咧就喺度。哭啦，就話一凡翻返福利院嗰3個月咧，佢晚晚都喊，因為佢好掛住呢個仔。即係我好感動，就係佢哋都冇唔係話親嘅骨肉嚟嘅，但係佢都咁有愛心，咁掛住個仔，而佢哀咗個福利院個院長哀咗好多次，先至俾翻一凡佢。咁我係好感動咯。其實你好感受到，即係湊佢哋長大，呢個係真係即係完全無條件嘅付出。長大之後會唔會即係養翻佢啊？你好明白，所以即係我哋應該即係好好咁向呢一班咁有愛心嘅媽媽學習。咁由一個大小便失禁到2010年，即係短短入咗你家庭係前後7年，去到佢識行，即係同爸爸傾心事，即係連我兩個仔仔，因為都同我一齊上去探過一凡幾次，佢哋嘅生命、佢哋嘅思想都好大改變。甚至乎啲大人，佢哋唔會好似初初嘅時候覺得，哇咁都得，即係帶個唔係自己生嘅喎，點解要咁做啊？即係好一般嘅社會嘅當時嘅回應咧，就變成一個好大嘅扭轉。咁覺得係咪得我哋去咁樣做豬肉夢工場咧？唔係，
但我哋系前线嘅当时带住嘅带头嘅机构其中一个。在短短的五年至十年入面，是一个很大的由资助的拨款，是自愿的去做义工，自愿的来去资助。都没想过自己会去足十五年那时候。我想如果不是那时候的小孩子，一个残障的小孩子，脑瘫的小孩子，如果他不记得我，我想可能我就去一两年就算了。但是因为他记得我，即是他会记得我每一年回去探他，那 你很难不回去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對我係 impact 好大。喺上帝嘅恩典之中咧，我哋睇住佢呢個機構嘅發展啦，吸引咗好多人支持咗愛心嘅運動，好多做義工嘅人咧，佢哋嘅愛心同埋生命咧係捐出嚟，就唔係只係金錢嘅問題。我因為都喺度支持過，喺上海啲 NGO。咁同埋我啲工作主要都喺國內，知道有啲其他嘅 NGO 呢，就嗰個 promotion 就比較犀利啲咁樣，即係意思就係話講多過做。咁我覺得 CEO 呢，就喺做方面呢，就係、是、的確係好真誠嘅。計劃咧，其實就係寄養計劃嘅一個延伸嚟。重點咧，首先就喺福利院入邊做咗一個活動中心，去發現佢哋嘅潛質。我哋能夠喺一個好有創意嘅環境底下咧，將呢個品格嚟到培育到。咁自然農化嘅實驗農場啦，有豬啦，用呢啲動物咧，點樣佢哋去照顧咧，而明白到生命嘅可貴。計劃特別的地方就是 cover 埋一些在福利院入邊身體、肢體啊、智商嘅方面都是健康的，只不過佢哋係冇家庭，當時佢哋完全冇方向或者很迷茫，去到今日咧，有一些是已經在社會揾到工作，甚至無咧開始談婚論嫁，都有呢些 case 出。生命改變生命是過往這麼多年一路經歷的一個最大的鼓勵。我們回望看，只能夠說如果不是因為這份愛的動力，這麼清晰的使命的推動，我已經真的很早已經放棄能夠做得到。而我不是說因為我們多麼特別，而是我可以看到這個愛的力量。所以在我和 Joseph 的歷程當中，不知道怎樣去做的時候，這股使命感和那個愛的動力呢，就是很微妙的呢，能夠讓我們不去看那個事情的面，而去看背後那個的珍貴和那個重要性，而讓到我們能夠堅持到今時今日。我想我由第一日認識他們到今天呢，我不是見到成績我去信這件事，是我本来就信了，即我本来就信爸爸就是这么好的了。除了在我自己身上我真的感受了很多恩典之外，就是我原来在别人的身上都一样见到。那我想他们的成就或者是所谓我看到的，就是 你给了很多上帝的爱出去。我觉得这幅很大的图画呢还是继续在这里砌紧。看到他们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梦想，一个很大的目标。唔好理佢行唔行，住有咗目標先，然後逐步逐步行咧，應該可以做到嘅。由洛陽洛靈開始嘅，尤其是洛靈呢個生命教育咧，就引進咗咧今日嘅呢個動人計劃，就係好動人啦，同埋咧動物同人。動人計劃的英文呢，就是叫做 Hi Partner H-I Hello Hi， 還有個 Partner stand for H Hyphenated Animal， 即是 Human 和 Animal 的 Interaction Intervention Partner。 其實有時服務是需要因著社會的變化
或者咧因住時勢嗰種即係造成嘅一啲狀況咧，其實我哋服務如果有呢個彈性或者嗰種變化咧，好緊要。我哋做咗公益嘅時鐘十幾二十年，今日我哋就係向住一班係無瑕嘅孤兒，同埋一班隱蔽咗嘅環境底下，好多原因呢班嘅細蚊仔唔願意去溝通，唔願意去翻學。有一兩個隱青咧，都嚟咗我哋教會，透過狗嘅呢個事工咧，做一啲義工。我哋希望佢能夠適應翻同人嘅來往。咁有一個嘅青年人咧，已經揾到工作啦。目前香港下一代都有好大嘅衝擊啊！我哋就專注咗喺香港嘅前線啦。咁所以動人計劃咧，以後我哋會繼續去發展。二十一年的歷程當中，冇咗以下你哋見嘅咁美麗嘅面孔，一定冇可能去完成。我最感恩嘅係我嘅媽媽，我天上嘅爸爸，仲有我哋嘅上帝。如果冇咗佢哋，根本呢條路就唔會出到咁美麗嘅果子。再一次由衷嘅去感謝，多謝你哋。